两个，差不多四个钟头啊。四个钟头啊。两个，要换你了。好。要咩？啊，我要皮蛋瘦肉粽。我打好了。好吃。好吃。好吃。我这招饭的太熟了，我不知道那个熟了可以了，猪肝蓝色放猪肝，现在不可以放猪肝，放猪肝等等掉，不好吃了。就卖了60多年了。啊，今天我有粉肠，以前有粉肠啊，什么都有，鸡心啊，现在很简单了。现在他不会吃了，少年不会吃那个，没办法，这。小小的做起了，好没？打熟了。
切一片，切肉，切肉，生肉，鱼头、鱼腩，鱼头跟鱼腩，啊，切鱿鱼啊，皮蛋啊，那样。哦，我还要跟这里收的，不可以拿出来本钱。哦，本钱。啊，因为本钱很容易坏的。一个公司去让更多的人。哦，雷云龙那个面好笨，那就跟我相反的。啊啊，人家来了吗？现在退休了，每次来这里吃粥，75了，75，75了，啊，每天有东西做，我现在煮这里煮，这个是什么？煮饭啊，差不多4个钟头啊，差不多4个钟头，最后要搅好久，用这个，哦，用那个，啊。不好意思，不要钱了。
就有功啊。
板你是？老板你名？哎，其实蛮棒的，是吧？Just go ahead. So then wait one more minute coming up. Yeah, we'll bring over. Huh?Kevin, the wings are out, huh? I like coconut rice first, lah. Okay, then thank you. Come back to you later, lah, sir. Pei dan chou lou lah. Oh, okay.快完了。
生这回。这次有多少啊？看一下。来第二次。我不要搞上这回。Not yours.